袁冰妍新剧《永风清》开机，赶在11月的尾巴，12月正式开拍。这也是袁冰妍自《琉璃》之后的第三部古装剧。不过，袁冰妍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些事。她偶遇参与一些拍摄，闲暇时光在某音和大家分享跳舞小视频，过得充实且惬意。11月27日，她在《最美中国戏》中一改往日的着装，化身为林妹妹，给大家带来一舞《红楼梦》，以舞入戏，传承戏曲文化，不仅让粉丝拍手称快，也揽获了不少路人粉。虽是短短一句话，却不难看出袁冰妍的努力。临近年底，作为新晋小花的袁冰妍没有参加各大盛典，而是窝在剧组拍戏。网友常以无缝进组夸赞演员的敬业与努力，其实袁冰妍又何尝不是无缝进组的一员？她的新剧能否大爆不得而知，但有点可以肯定，上天会青睐努力的人。